位处港岛东嘅柴湾，位置自成一隅，多数住宅被翠绿群山环抱，环境优美。经过多年发展，呢一区成为港岛居屋集中地之一。唔少上车家庭睇中屋苑交通就脚，特别系康翠台备受追捧。居屋康翠台坐落泰文街，喺1980年代落成，属于私人参建居屋，外观类似一般私楼。全个屋苑有七座住宅大厦，单位总数接近2100个，主攻两房及三房户开侧，户型多大路，实用率更超过80%。论规模，属于港岛区大型居屋屋苑之一，部分单位更可以远望海景。康翠台除了伙数规模大，同时亦都有基座商场、停车场、儿童游乐场等基本配套。商场设有便利店、诊所、茶餐厅。至于另一卖点，就是交通配套完善。由于屋苑邻近港铁柴湾站，由屋苑行去港铁站只需要5分钟，而且柴湾站是港岛线总站，去太古商业区只需要10分钟车程，翻工可以预松啲时间。另一方面，康翠台设有巴士总站、专线小巴，路线覆盖湾仔、中环，亦都有过海隧道巴士，方便市区上班族，因而受大量用家追捧。加上附近一带社区配套齐全，例如有环翠村公园、环翠商场、柴湾市政大厦等，包括民生商户、干湿货街市、熟食中心、流动图书馆，种类足以满足生活所需，成为区内住客必到热点。至于家长关心的校网，康翠台属于16小学校网，这里大约有14间学校。至于东区中学有大约30间，例如卑里罗市女子中学、港岛民生书院、张竹山英文中学等等。想知更多屋苑详情，马上联络以下分行啦。